有一个问题很多呢。刚才我已经让罗拉叫了，所以你要让刺激一下米娅。没有人刺激得了他，死鱼一条，呆鹰废墟。那我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米娅来，来，站在这边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我先帮他脱，然后再帮他穿。对，罗拉，你看看吧，这就是男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米娅，双脚为难。罗拉，你看啊。这边到底了，把这个扣起来，我把这个扣起来，好，这就穿好了。哎，玉林哥，啊，干嘛？把你的手伸出来。哎，说你这个环节哈，你必须要跟米娅一起玩。啊，我们要玩的是脱衣飞行伞。脱衣飞行伞。脱衣飞行伞，因为你每次都说你是国际巨星啊，我是啊，你知道那个汤姆克鲁斯啊，我知道啊，他们用最新一集他就是这样吊在那飞机上啊，很帅很帅，不行啊，让我挂在飞机外面，罗拉，要死要死，罗拉，教练救我，教练，怎么救你啊？在哪里自己啊？飞行到什么？我们啊啊啊啊啊啊真的会晕，哎，真的会晕呐！升天啦！米娅，米娅升天了！因为米娅呢又已经飞出来了，巨高又怕水，今天是挑战他的极限，两种条件都齐全。哇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！哇，为什么会这样啦？我们这边喊的听得到吗？你喊看看，你声音那么大。米娅，我爱你。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吧！掌声鼓励！哇！你有听到我在下面跟你讲话吗？那时候跟你告白哎，米娅，不得了，一百分，完成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玩。哎，不可能的任务，这种会玩上瘾啊！不会，不要！飞行倒数，五、三、不得了了，罗拉的飞行初体验 ，Let's go！ 加油，罗拉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会疼你最可怕，因为他已经解开那个绳子了，对，这个时候是可怕的，因为你上去的时候还是那个绳子的力量吧，绳子，但是上到差不多制高点之后就会解开。
安全，对对对。哇！耶！刚刚怎么会跌倒？因为他刚刚太快，我没有准备好。他没有，你没有起跑道。我刚想说我会失败。他没有起跑道。教练真的超温柔。这是最糟糕的起飞方式，你的动作。啊，最糟，这是最糟糕，罗拉，最糟，一定都比这个好。那我刚刚跌倒，你刚刚踩到那个吗？没有，你闻米娅的手，但有熊味哦。你闻一下，闻一下。好，教练，麻烦了，主熊就交给你了。啊，你男的？哎，对啊，那我要打烊了。哎，教练，好了，教练，只有一个要求。因为他一升空以后呢，我们就要去基隆夜市了。带他降落在庙口，好，可以啊，不用翻墙下去就好。OK， 好，来，主枪 ，Go！ 风景的就跑好了。哦，没有啊，哎，哦，没有啊，哎，哦，没有啊，哎。我刚以为教练自己要扑街嘞，飞起来了，我领先了，这是什么蛋呢？这没有蛋，中间是松鼠，中子松鼠。楚香，哎，我刚才你没事吧？我刚才你好久，我刚才差一点摔倒。罗拉，你不要假戏真做，对不对？